记者刘怡婷综合报道，艺人隋唐和老公托尼结婚三年多，陆续生下一对儿女马。X 卢西2018年底又迎来第三胎儿子奥利，一家五口生活幸福美满。他平时常在社群网站上分享一系列生活、工作点滴，近来不知是否为了工作或旅游，动身飞往纽西兰。然而现身机场的性感穿搭，却瞬间成为众人关注的一大亮点。隋唐婚后生下两子一女，一家五口生活幸福美满。图翻摄自隋唐 Instagram， 隋唐23日透过 Instagram 发文，晒出一张人在机场的照片，将飞往纽西兰。虽然他并未透露动身原因，但是现身机场的穿搭却立刻引发外界关注。画面中，他将外套脱下，紧套在左手上，亮出里头的连身露背装，背后大蛙身 V 的服装设计完美展现白皙美背，手臂及身形也被相当纤瘦，一点都看不出是三个孩子的妈。隋唐机场穿露背装亮相。图翻摄自隋唐 Instagram 照片曝光后，隋唐在机场的性感穿搭立刻成为众人关注焦点，不少粉丝留言大，这个背好美哟，唐老板太美了，美背啊，太正。另外也有几名网友表示，在机场目击到女神本尊，本人神正，不敢开口跟你要合照。我今天有在机场看到唐唐跟你老公，本人身材太好太瘦了啦，根本不像三个孩子的妈。